中央社记者谢静文台北三零日综合报道。2018年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票选25日展开，首周网络和通讯投票率先起跑。中信兄弟对彭正敏获38,014票暂居人气王，拉米哥桃园对陈宇勋拿下36,900票为明星红队人气王。中华职棒今年明星赛将于7月7、8日在天母棒球场举行，票选上周展开。综合网络及通讯票选结果，明星白队彭正敏暂时以38,014票居人气王。今年要挑战人气王14连霸，中信兄弟对张志豪，桃园对王伯荣目前都获得超过30,000票的支持，而兄弟对王宏成首度参加票选，首周也拿下超过30,000票，人气旺。这次票选有不少新秀球员获得球迷支持，像是去年的选秀状元桃园队捕手廖建富，目前暂居中职打击，打点双冠王的好表现让他力抗众前辈。在红队捕手位置暂居第一，先前在记者会上曾表示希望能像爸爸王光辉、前辈彭正敏看齐的兄弟队王威臣，也在白队三垒手位置暂居榜首。目前明星红白两队各12席的先发名单当中，中信兄弟获得10席，富邦悍将占7席，桃园有5席，统一狮队2席。明天开始开放报纸和杂投票，现场票选为5月9日开放，编辑管中为107万0430。